第三天，然后我们今天要去一岁那纯服装，因为要去一岁拍很多东西，所以我怕这个小相机不够用。然后我今天也戴了那个墨镜，因为昨天真的体会到太阳很大，所以眼睛很痛，所以真的需要戴墨镜。什么？我点一次，第一次应该不算自己一个人，但是点那个汉热狗，然后我本来想叫小燕在旁边帮我看，对，但是就出了意外。对，什么意外？讲的有点像 burger， 所以他本来只有汉堡，嗯，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哎，有了，就是我有听到，我想说应该错了，然后我跟他讲改成 dog， 嗯，然后可能也讲的没有很清楚，就是他可能听成三个热狗，嗯，到了他收钱的时候才想说怎么会16块这么贵。结果我才很紧张的刚刚看收据，发现他打了三。对。然后那时候，我是真的没有听得很清楚，所以那个，对。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如果出门在外，尤其是在你语言不同的、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你听不懂对方语言的时候，你千万不能一直说 yes yes， 就是一直不能跟他讲对对对，因为他也不懂你想表达的什么，所以你讲对他就以为哦是对的，所以他就会选择下去。我就要讲美国的零钱超可怕的，来这一把我完全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钱，uh-huh. 然后呢我以为这个是一分，就是0.4、0.1、0.1，然后我拿了四个给他，对，我原本想说我再给他2块钱美金，那时候是2.45，对，然后我就给他这个，结果呢他拿了这个之后就 OK， that's OK， 结果反而就找了我一堆零钱。我想说靠，这到底是啥小到底是多大，我越找越多，越找越多，你知道美国零钱很难花，而且你回来要换成台币也非常困难。其实你在国外的时候啊，你不用那么害怕就是说你跟国外的人语言不通，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有一些必须上要去点单或者是必须自己去处理部分，你还是得自己一个人去完成，即使你语言不通你还是得要去跟人家沟通，所以我觉得即使语言不通你还是要努力去尝试，因为对方也会努力尝试。 Thank you。
就是像刚刚那样。